想打，这哥俩俺俩去万人捧营，俺把泡点茶喝喝。走吧，大婷婷，你看这屋里有个烧。嗯。哎呀，你看这一片。来这家跟花坛一样，来来来，你太小了。别走红，咱俩走个紫檀。这还是咋走的？你看我走一遍，来，走吧。你这人你别怪，我看我给你咋走了啊？光一样的女子，你看那沟里头，沟里头有可多花，走走走，你看你看，这泡茶清淡明目，那真是。你喝两杯好啊？嗯，不知道为啥吧？我跟你说。这比咱爸喝那茶叶还强，那肯定了。你说呀，你看，你瞅着咱俩一篮可满了。外面多外面，到时候给他妈去。我看瞅着那嗯，是是，一大片一大片。走这就走这沟里头去过了。以后。你看那水上，今天都大太阳了，都是。我说呀，我这管子太多了呀，你看那行，看自己呀，满山遍野尽是。对呀。你还要点上多少？一会儿弄没多少，看我给你吹吧啊！不行，漏风了，上这顶上来。你嗨呀！我的天哪，天住！来，哎呀，慢慢一来，大收获这个是。那要闹着你，马上你不上去，我上来一天都累。我那上都上不去啊，真是的。整的多得劲，这会儿。得劲吧，看来这孩子皮疙大了得劲，对吧？就是。哎呀，这回家晒的时候还得再晒两刀。要不就再晒。晒好了一涮都泡茶了，是不？应该是不涮吧？不涮，他们都泡茶的时候，然后。头两边好像是涮涮洗洗，那不是涮涮。哎呀，然后弄了之后这不套，就是了，我就说的就是了。这咱妈说的是过了秋苗，这都成草了，不会吃了。所以说，趁晚点还得整着，再过几天就不会了。这根给这留着，白的干黏的。嗯，你看这手上，沾手跟那胶水啊。嗯。这个比豌豆都费事哈。嗯。哎呀，这要是人家呢，有那弯弯慢了，都是直接都不摘，就直接喝的，搁这还仔仔细细的诚心工艺的搁这还弄。那人家就是草一剪一扔，一股堆就去卖。搁那地下晒太阳。应该是没多喝，有苦头，反正够喝一包了。嗯，泡茶的够喝一包了。好了，我的蒲公英也挖回来了，也摘了吧，要晒晒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走，去吧。晚上不能出去，嗯，再晒点，看看毛毛。